Thank you.
太大烧了，它慢慢动，你自己看，它慢慢动，它有动。还蛮特殊的，对，这个 O 就是 out， 它有船要出去吧？好，然后好像 in 拍 I 的时候就是有船进去。对，它转弯是要那个导航船哦。你看它转弯是用那个船在推的，它转弯是那个船在推，看到？这个叫做导，这个叫做引水。引港这个太小了。
现在临港领航员还在上面呢。领航员对，还在上面。他要等到出港才能下。那他下来，他哪一艘船要下来？哪一艘船要带他下来？应该有的。是你啊？没有在船前头吗？没有啊，在那边呢、啊。饮水人在那边呢、啊。有人在上面呢、啊。有啦，一个饮水人开船，一个人上船呢、啊。对啊。然后他那个船出港的时候，他还会下来啊。小船就会去接他回来的。对，是在那边右边。哦，右边有一个顶船的，对不对？右边有一个楼梯。哦，楼梯哦，因为他这个是那个飞船。等于说他只要出港口就不算我的事了，但是出港口之前这边都算顶船人的事。对对对。这个船很大，这个超大。对啊。这一艘不算大的吧？应该是还是算已经算大了。这阳明最大的船。阳明最大的船。这个是368×51公尺。哦。嘿嘿嘿。人家骨骼很麻，骨骼累。这个跑欧洲的。这跑欧洲。对。他现在要去盐田。他去哪里？盐田，广东。我就是等很久，等了2个小时。那我们算一句，我们一来就看到了。以后只要看到我就知道有大船出来了。哇，等2个小时，等于说他虽然船班讲是讲，可能是前一个小时，但是也是要等到真正出来才算。他上面船班上面的是饮水时间。没有绑哎，有绑吗？应该没有。28万吨，我在小时候那风很大，浪很大的时候，不止28万，不是280还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刚刚那个导览员说28万吨，28万吨可以吗？28万吨，没有啦，这个14万而已呢，这14万而已，专家在这，专家在这里，专业，只要有他就有大船，对，他等了2个小时，终于等到了。这每天都有吗？没有，他阳明现在他那个每2个礼拜进来生抽。两个礼拜进来。我们好幸运啊！今天有看到算幸运的，超幸运的。哇，2个礼拜才进来一次、哦。三抽。平均2个礼拜三抽。哎，林老师，你稍微小孩。幸运啊！你下来啊！小台的在那边，小台的好像来上货了。他好像上货来上货。